主爷，咱问你，什么叫做会员卡？回皇老爷的话，会员卡是咱王爷的一个营销手段。哼，区区一张卡片能有什么作用？您可别小看了这会员卡，它能吸引新顾客，留住老顾客。哦，那要怎么样才能得到会员卡？目前会员卡有两种，一种呢是普通会员卡，消费打八折，只需要一次性消费达到一百两就能得到；另一种是专属会员卡，可以全场免费吃喝。哦，还能这样玩？这小子可以呀！八弟是哪里学的这些经商经验？这不用半年，收入就堪比大明一年税收了呀！对了，拿什么专属会员？咱有没有？老爷，目前只有王妃有专属会员卡。此时朱茵说话声是越来越小，生怕朱元璋发飙。逆子啊，这也太不地道了。爹，不就是一张卡吗？您也没必要生气吧。我要的是那张卡吗？我是贪图这点小便宜的人吗？咱要的是情绪价值，情绪价值，你懂吗？朱伯和虾仁乃是一母所生，从小到大就喜欢欺负弟弟，每次虾仁都会退让，所以这次他打算让虾仁一定要交出他的卤肉配方还有这家饭馆的经营权。爹，老八这才开张第一天，纵然卤肉好吃也不至于有那么多人排队，恐怕这里面有不少自己请来撑场面的吧。哦，你又懂了。这都是些小把戏，也就今天人多一点，从明天开始我估计十分之一都没有。齐王，不管你们兄弟关系如何，再怎么说八殿下也是你的胞弟，没必要这样埋汰他吧。我敢打赌老八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亏到裤衩都不剩下。七弟休得无礼，魏国公乃父亲左膀右臂，开国功臣，你岂能这般无礼？没胃口了，我要找妙锦那丫头聊聊。妙锦丫头，那肚子别藏了，咱都看见了，现在几个月了？徐妙锦刹那间面红耳赤。我只是食欲大增，多吃了点米饭而已，老爷为何要取笑我？这么好吃的卤肉，您不是也吃了不少吗？可惜美中不足的是，咱没那个命尝尝那五颜六色的汁水。朱元璋强大霸气的气场吓得徐妙锦身边的几个女人低头不语，徐妙锦则是心慌慌的端着一杯递给朱元璋。老爷，您要不要喝点？咱可不敢，不然某人又要急眼扯我胡子了。老爷您开玩笑了。我可没跟你开玩笑，仙儿那家伙可是真敢动手。对了，徐家丫头，你看到他人了吗？没有，从我过来就只看到了朱茵，不知道他人去了哪里。行吧，那你们慢慢吃，我去找朱茵有点事。朱茵，咱问你，这饭馆生意火爆，一天大概能挣多少？老爷，从今天开张到目前已经入账6000多银两，其中不包括那些会员消费。哦，那为什么不统计一下？会员太多了，目前统计不过来，奴婢打算盘手都抽筋了。爹，那些会员消费100两以上，假设又100个会员，那不就是10000两吗？不止100，可能快200个了。哦，我的天哪！那加上散客消费，岂不是一天就有20000多银两？啊，对对对，这才半天时间，说不定到晚上就有40000了。虾仁挣钱，徐达也高兴，毕竟这个女婿是那么的能干。同时，朱元璋也惊呆了。好家伙，这挣钱的速度比我那兄弟沈万三还厉害，简直是小母牛不下崽呀。确实牛皮坏了。哼，也就第一天那么多，往后人家都有会员卡了，消费肯定要少很多。这回几人都没反驳，毕竟再好吃的菜也有新鲜期，过了这阵也就慢慢的淡了。齐王说错了，我家殿下早就安排好了，那菜十多到100年都换不完，再说还有饮品、小吃、糕点。我勒个豆，这也太厉害了吧。这他喵开业就想到了未来的计划了。主爷，你家少爷呢？快去喊他来，咱有事和他商量。奴婢实在是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过昨晚殿下为了今日开业通宵调制了卤汁，早上睡了一小会就说要去工部。哦，这小子答应于贤今日验货的，不过这也太拼命了吧。爹，老八捣鼓什么玩意呢？一种心火气。朱伯刚回来什么也不知道，朱元璋也没隐瞒，心想反正这事很快就会天下皆知。我家殿下这几天都是废寝忘食，他心里只有挣钱研发新火器，人都消瘦了好多，可让人心疼了。此时路过的徐妙锦恰好听到了这段对话，双手情不自禁地摸向手里的那张会员卡，会员卡更像是一块令牌，玉佩上有凤凰，背面还有他徐妙锦的名字，显得无比精致又高贵。妙锦姐姐，求求你了，带妹妹认识一下八殿下吗？姐姐苟富贵勿相忘吗？你可不能丢下我们几个啊。姐姐，我们当小的又不会跟你争王妃，你就帮我们引荐一下吧。徐妙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若是虾仁真心喜欢自己，倒也不介意他多几个小妾，但是正妃的位置必须是自己的。没问题，改日我带你们去见他，但是不保证他会接受。几个女人同时说徐妙锦真好，
这几个女人本就条件优越，父兄皆是朝廷重臣，给下人当个小妾还是完全够资格的。朱元璋这边也听到徐妙锦那边的对话，微微笑着，徐妙锦几人也是向朱元璋行了个礼。该死，这小子几个月不见到底经历了什么？你的一切都是给我做的嫁衣，荣誉、女人、权力、金钱，这一切都是我的。